你partner咧？子睿，我partner到咗。子睿，你到底有冇听清楚我俾你嘅命令啊？两个人一早意思系你同你嘅 partner 互相照应，一齐完成我俾你嘅指令。飞虎队唔容许有个人英雄主义，亦唔容许有任何人抛低佢 partner 唔明。Sir， 佢只系唔够我快，慢我少少。 你嘅意思即系话你 partner 唔及你，唔够你 fit， 你自己好劲啦 ！No sir， 原来大家训练咗咁耐，都唔及一个新人，只要加粗啦！球场等我 ，Yes sir！ 啲头发都剪得几靓啊！吓，嗱，礼拜六假期仲可以考电视艺员添，你自己梗系好满意啦 ，Sir， 我问你满意定唔满意 ？Yes or no？ Yes sir， 你自己梗系觉得好有型，好 fit 啊吓 ！Yes sir， 自己入去叫剪发官剪过，剪到你自己好唔满意，觉得好肉酸、好核突，唔敢出街见人为止。Yes sir， 讲俾我听，防止贿赂条例12 A 第2节系讲乜嘢？ 呢条女好似未教过。点啊，黎子珊，搵唔到啊？你问笔记睇下啦。第12 A 第2节啊 ，Sir， 呢条女根本未教过。你而家先至知，教过与未教过，你分唔清楚，证明你冇熟读呢条例。Sir， 我有熟读过噶，你可以再问我，一定答到你噶。我唔要听你讲，错就系错，我唔想为咗你一个而浪费大家嘅时间。 你而家即刻同我出去操场跑20个圈，反省一下 out。 Afternoon sir， 知唔知点解我要罚你 ？Yes sir， 我知你好唔想，应该系我啊，要我嘥时间嚟睇你。Yes sir， 呢个阶段嘅大考就嚟到啊，你嘅成绩越嚟越差，你想我肥你啊，好易嘅啫，醒定啲啊。Yes sir。 你睇唔到啊？放我哋啊！阿 Sir， 冇嘢喎，好干净啊！啲街砖啊，滚晒黑边都叫干净。阿 Sir， 啲街砖啊系咁噶啦。咩叫系咁啊？做警察讲求严谨，窿窿罅罅都唔理，系咪有人走法律啊？就唔使理佢。老 Sir， 我就系要求你哋做每一件事都要严谨，个厕所洗唔干净，就系因为你哋冇呢种态度。 我再洗过，我要每一条罅都咁干净。Yes sir。2180叶敬安，你件衫搞咩啊 ？Sorry sir， 头先食饭整污糟咗，但系已经洗过。咁要洗咗，不知所谓，一巴掌上一。Yes sir。 你做乜仲企喺度啊？我讲过，你哋一个整体，一个错，即系全部错；一个罚，即系全部都要罚。仲企喺度 ？Yes sir。